做了这是什么？红绿灯。红绿灯呢、是里面的第几页？一。你已经做到第几页了？这里面全部是他自己一页一页照着研究，一行一行字读，有没有？红绿灯跟他长得不一样。你前面的都做过了，对不对？嗯、已经做到这里红绿灯了。跟他做的不一样，爸爸说这是抄他的。爸爸一开始我都一直不会，对，这是。他对爸爸说这是抄他的时候，我就会了。哦，厉害哦！这里面的。他是长这样，然后他把它变化变成他自己的、用里面的概念做成跟另外一种造型，对不对？嗯。好，开始介绍吧。你们在这看，我要转过你们在看比较清楚。他到后面的时候，他会从这里直接这样跳起来吗？他会跳，真的他会跳。你觉得他会跳吗？我觉得他不会跳。然后如果他是这里，他会自己跳吗？然后呢？然后如果乱摆的时候。他会自己回来吗？他会回来，因为他已经跟他说他会自己回来，然后他会跳起来。他回来，他会自己跳回来吗？嗯，真的会跳还是不会啦？看看就知道。好，那你示范。这主要是用什么概念去做？速度吗？嗯。这些数字都是你输入的。对。你大家刚才有看到一忽然变三吗？有刚才，我把下载的不小心下载的是三的，所以大家看到一三。所以这程式你都要写在电脑之后。然后会下载进去，然后我忘记我下载到三，所以它一就变成三了。好了，我们开始喽。我先乱摆一个姿势。大家。所以这模型是你要先组好，再来写程式。你觉得它这样子会卡起掉下去吗？我先这样子给大家看喽。三十道，不会。L O W low, S T O P stop。哦，因为红色是 stop。嗯。这需要20秒。哦、你设定它，你设定它10秒啊、哦。10秒它就到。G O go 绿灯。然后下一次就不会了。这一个是2秒，所以总共4秒。红灯。哦，那2秒，然后就到黄灯了。不是绿灯一个黄灯，这个是红灯，然后这也是2秒，所以总共4秒。哦，我再试试看，把后面转成这样，它会不会？后面的那个就是你刚刚有跟妈妈讲是那个火车的那个阀，对不对？嗯、上下。有看到它从这里可以比较掉，它就从这里它会不会。好，你再示范一次，我看它后面黑色是怎么样动。啊、哦，就可以给车子过。对不对？不是，它会自动转。这样的话，我就不用站它。如果它没有这个蛋，它自动转的话，它就会输入错误，它就会乱跑。嗯。然后有一次，因为我忘记输入这没有程式这个程式，然后它也没有叫我做这个程式，所以你知道发生什么事吗？然后红灯停的时候，它不是要往下吗？绿灯它本来是这样子，还没有。对，绿灯要往上。绿灯往上的时候，它也没有完全往上。然后红灯的时候，它就然后我在前面，它挡。它就倒掉了，打到我身上。你在做测试的时候发生了这个悲剧哦。对，这个悲剧我不能重演，所以我就产生这个程式。所以它这个黑色的也要下指令让它的角度吗？应该是可以。兄弟，角度也要设定哦。嗯。黄灯 slow。它马力很大、哦。哈哈，嗯。然后这要等10秒哦，这红灯也太久了吧，10秒。哎，10秒，空白画面要90秒，100秒，200秒，最久是。啊、哦，绿灯可以过了，那个闸打开了。黄灯 slow， 准备要停哦。好，红灯马上。对，可以写错。哇，你可以去写那个红绿灯的指令啊，是不是？啊、如果我走在这里，好像红灯的时候，它会把整台翘起来。所以它一直循环几次？一直。哦，你设定它一直哦。嗯，它一直重复。无限次啊、哦。嗯。我觉得这应该结合你电脑里面的那个方块来看。嗯。对不对？下次再拍你电脑里面的方块。
然后呢，红绿灯是长这样，我就放在那个火车的轨道旁边了、哦。嗯，爸爸乱摆的姿势，它也可以，上面也可以，大家应该有看到。嗯哼，这样子90度，它应该不知道要转哪边。哦，所以它转的时候，你也要设定它角度。对，我有告诉他，这角度是要往多少，不然它就一直停在原地。我真的还没有试过，它如果这样子90度。这样子，如果绿灯在下面，而且是很直的话，因为我是设定让它自动那个转回来的时候，它是会从最快的那边走。可是如果两边都一样，它会发生什么事？两边都一样，不知道。会走最快，如果两边都一样，它会往哪边走？你要测试了，妈妈对这个。哎、欸，它是不会随便找的。Slow。它自己随便找的地方。Stop。我觉得蛮好玩的。那你下次要设计哪一个程式？变速赛车。变速赛车。它可以怎么样？我看看呢。你讲讲，上次你已经做过那个走一个山，那时候你就走一个山给妈妈看，数字三。三。然后他就设定那台汽车是要往这里走到这里，然后90度下来。然后再来不知道几度，90度吗？过去，然后那个车头要回到倒退，然后再下来，然后再走过去，要写出这样的程式，对不对？嗯，你觉得卡住它会怎么样？卡住什么？卡住它会怎么样？它不会一直在那边转，会它虽然我没有打入程式，但它卡住的时候它会自己停下来。我卡住它之后，它就自己停。哦。他就这条线，他就告诉他，哎、欸，这里卡住了，他就要把正整条断地，那他就不会动。耶、yeah, ，成功哎、欸，这个红绿灯。我再把给他加一次。Pause， 然后去，然后妹妹呢，她就在那边一直乱弄乱弄，哎、欸，这样子才能跑回来吧？才能跑回来吗？我看一下你这个结构，你就自己组哦，这样子。嗯拼起来哦！我看他书里面不是这样啊。对啊，跟他不一样。然后就把电线扣在这里哦。乱做，跟他不一样。就是做出你自己的一个模型来。嗯，因为他，啊，你的算好像有点像风车一样。哎呀！所以有两个绿灯哦，哇，那可以走很久哎。两个绿灯可能只4秒而已。哦。一个绿灯2秒，两个绿灯4秒。好啦，拜拜。下次分享变速汽车，我跟大家说一下变速汽车会怎么样吧，看看哦。拜拜拜，再看一下。